첫 번째 선택했던 전쟁 프로스트예요. 한마디로 강민 선수는 지금 결승의 脸上都是麻子，妈的，这种照片拍出来很不好看的，而且他是有很注重形象的人。 他妈的，他一直把自己定义成不是谐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 叫嘎姐来啊！妈的，请不起啊！嘎姐很贵的呀，嘎姐，我们卖一件衣服就赚个20块钱，你告诉我怎么请嘎姐来？什么？收了，直接放大招了。12D，这么看出点问，地图来到了伤寒之地，出现在地图7点钟方向的是蓝色的生物选手，啊，出现在这5点钟方向是蓝色的生物选手，来自于。 阿皮亚战队的拼运士啊，拼运士着中了，这个着中了。好，农民还第一点看到，着中了，拼到了。好，这个农民我就不回去了。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？这农民待会儿要防你做建筑学。 아, 강민수가 뿔났어요. 제대로 뿔났죠. 这怎么守啊？这只能够，哎呦，司令现在看到没有，很谨慎，但是心里面已经心花怒放了。这个农民就要堵，把你这个口啊堵住，不让你造建筑。已经发现了，BF 没下去，又没下去啊！哎呀，终于下去了，但来不及啊！这个水晶不是暴露在外面的。 啊，遭中了！这个农民死了，再堵一根水晶吧。好，已经准备了，已经准备了，哎，就放下吧，不要再等时间了。什么？这边堵两根，哎，可以。可以，这可以，直接咬兵营吗？要 BF， 早就放一根水晶，兵营就不会断电了。还是难挡。 就算挡住了也很亏啊，收了只出了多少狗嘛？14条狗。那你后面的狗可以咬别的水晶啊！咬进去了，天哪，死了！3比1，4比1。裴玉是完全没想到对手会这么打，这波居然守住，也已经大伤。穿狗穿的很不，哎，农民穿的不错哦。 这个农民穿的有点精妙，好，让你出去。但还是大力啊，这个局面。还是大力啊，这局面还是大力啊。二矿还没点。对，手已经三技能放下去了。 这一波压制也不可能压制到什么东西，只能再赌，再赌。看到了，已经看到3D了。这种压制怎么可能压到东西嘛？ 今天我已经过了，我已经3出7-3，终于是在街亭大败 M，收复了中原，那收复了洛阳许昌，我已经，我已经成功了。 这个局面，我告诉你，佩玉斯就不可能赢，他只能打一波，关键还被看到了，只能这么打，4B1一波，哎，又被包了2个叉，哎，这不能被包啊，啊，直接去咬水晶，漂亮，思路很清晰啊。 来，在上面再继续点，下个兵营，蟑螂待会出来你怎么挡？
各种在操作，说各种在操作。这时候不可能飘进去吧？你飘进去，你正面就没有东西可以挡住了。好了，蟑螂出来，蟑螂出来，这波就已经GG了。 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培训是只能够出使徒，他不能出其他东西。这怎么玩嘛？三女王了，这口还被堵了个口，自己堵自己堵了个口。好，三矿我现在不要了，我就现在说了就是三矿我不要了，能守就守，不能守我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反正你没有二矿的，我守住你这波就结束了，这种怎么可能？ 怎么可能守不住嘛？哎，卡了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三矿不要了呀，这没有问题的，这个选择非常正确。好，你来，你要打来，哎，不会被封上去吧？这还好，还好能走下来，还好能走下来。 我承认使徒的确有点猛，但是你猛得过蟑螂吗？在里面还被搞，这是配音是最后一波啊！这没有立场了，已经隔不了了。蟑螂打不动啊，蟑螂太硬了，直接拖农民直接守，家里面已经被搞了6个农民。 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GG，好，恭喜一下Sola，4-1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晋级了决赛。这样的话，他已经拿到了这个Blizzard Con的门票了，他已经可以去Blizzard Con，非常激动啊，Sola，配音是很没落。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镜头转到司令这边，我们要看一下司令的表情是怎么样的。